很多老百姓会说，抽烟的人怎么清肺啊？其实这个问题啊，有很多实用的方法，可以简易的方法跟大家说一下。一个就是我们多喝，平时要多喝水，多喝水也可以去稀释烟雾的吸烟的毒素啊，起到一个稀释的作用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多做运动。尤其是到户外活动，建议也每天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，活动同时啊出出汗，出出汗，出了汗过后加速毒素的排泄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可以长期吸烟的人可以多喝，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这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大量的抗氧化剂，可以和综合我们